原来咱的红船妈祖讲，伊要留伫遮，伊无要回去福建。后来呢，这艘船就开回来了。谢谢咱的金虎爷，咱的头弟阿里林啊红团。嘿嘿，哦，这个炮量很惊人哦。待会我们请我们的楼柱啊，楼柱要来点炮。冠妈祖，恭迎，咱这个老李赢许良时，哦，就跟他进门。霸星一次要来给他说哈，啊，然后也要跑呢。传说当中啊，都可以试财试福。今天咱来放起霸星，就会有100倍的回馈。哦，小朋友都不要靠太近哦，瞬间温度真的会很惊人哦，不骗大家。上堂了！哦，我们的虎爷金虎将军非常可爱。等一下呢，就会有火箭升空的画面了。有时候我们在观赏这样一个台湾民间文化，吓死你！大中华民国是83年，咱农历3月22日，廿四良辰，放假天庭街，廖冠妈祖，一道罗祖，伊天然先生，今双脚跪地，主持神香，诚心敬意，来恭迎礼请。而且咱财团法人新港洪天宫，八斗金虎爷会金虎将军，献家莅临，交在咱罗祖花坛来祝贺，今来恭祝，恭祝咱。
来舒服，敬献咱礼金，感谢在此会当受起平安路主，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利，求起万事亨通发达，全家如意，交到天天落马归年，今年上无事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，感恩。谢谢，来恭祝，会当来会务充粮，让金虎将军、金虎爷会，会当会务充粮，成香火旺盛，金虎将军，神威显现。